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哦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大师。然后今天玩的游戏是剑与远征，有声音吗？好，那我是第一次玩啦，最近广告打得很凶，所以来玩玩看吧。点击头像。因为最近有出那个 SNK 有出那个 SNK 的角色橘右京，就是我们的那个四魂的角色。如果大家知道这款格斗游戏的话，那这款角色橘右京在剑与远征上面有好像有七天的免费体验吧。OK， 打架是自动打哦。哦，New Hero， 好像是一关一关打，然后排位置，然后放法术、招式这样啊。然后可以自动攻击。刚好像太晚放招式哈，哦，又拿到一只了，哦，可以领取东西就是英雄。OK。火焰鸟，有打 BOSS 的机会吗？是 BOSS 吗？OK， 死了一个，死掉的人会有经验值吗？领取。然后嘞？好，要弄什么角色我也不知道，好，随便。然后嘞，想要干嘛？英雄金蛋号图鉴，每个图鉴可以好像可以捡一个，啊，对，橘右京在这里。可是为什么是讲英文？故事这边打开啊，捡取钻石应该是可以抽一些角色吧。OK， 好像有分什么虚空阵营哦，这个我待会再研究。我的皇家卫兵呢？这里哦，他没有。好，我们再打几场这样。好 ，Go。为什么现在不能自动呢？
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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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可以乘二吗？不行，怎么一直死啊？我是不是换一个位置比较好？他这个是普通卫兵，应该不用理他吧？随便，好像以后又换掉。这样会比较好吗？好像没有比较好，三个打上面那一只。可是我怎么知道对方的人会不会跑上面，全部人都跑上面打同一只呢？没办法知道，对不对？好像被难打了哦。诶，这是要输了。哎，好强啊！这个输了，输的会怎样吗？不会怎样。OK， 升级升级。那升多少等啊？随便吗？好，我们再打打看。可以拿橘右京的吗？我比较想拿橘右京。好，晕眩，可以拖一点时间。应该这次应该有机会。好，再一次晕眩。好，法术。赢了，哇！这次打比较难打一点 ，nice。哎，我们打到里面好了，完成。好，不知道是干嘛的，好，先领取再说。好，每日强会强化装备一个。强化怎么强化？不会，我不会强化。必杀技怎么用？必杀技，必杀技，必杀技要怎么强化装备啊？怎么强化？我不会。好，我们再打。好像对方是法术的话，前面两个近战的比较容易被损血会比较高一点点，是模仿不够吗？哦，打不赢了。哦，输了。等一下哦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连续升级，可是我要升多少等啊？这个可以一直拿吗？可以吧？你是说它可以好，不是可以到100等的意思吗？感觉我好高等哦，一直按就好了、啊。来，
OK， 好，那我们把它升到15等好了，可以吧？哦，多了一个50的升级。哎，那我技能怎么看？技能，那这是右下角。OK， 我知道了。那这个嘞，确认。哦，他是升哦，学会技能就对了。技能不能升级吗？还是应该可以啊？可要怎么弄？哎，我刚刚都是升级他等级吗？学会新的技能，然后呢？哦，解锁21等哦 ，OK， 要21等才能解锁 ，OK， 是所以是跟角色等级有关系 ，OK， 那我知道了。我不够了啊，就这样，好，来再打。应该可以很轻松吧？有稍微轻松一点点。好像这款游戏蛮轻松的哈，还算不错。哎，按错。OK， 然后任务还有什么 ？OK， 哦，这个什么两个小时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时候可以拿橘右京啊？这里哦，看到没有？试用7天，在这里。绝版英雄可试用和购买的135天。OK。我们这边快转一下，好，打完1-11最后一关的领土了，欸，还没有，好，是1-12才是，好，来 ，OK， 1-12，恶龙骑士凯恩头领的恶魔精锐，这种游戏好像是放置游戏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打打看吧。放招式技能，放招式的时机点会有差别吗？应该没有吧，还是有？感觉就是有就放啊！哇，还有召唤龙哦，这么帅！那血好厚哦。哦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哦，可以换章节了。哦，了解。好像现在，点选橘右京的话会送什么多少抽吧，对不对？成立 ，OK， 领地，召唤，哦，这召唤这里，在这里，哦，感觉就是法师嘛。哎，还不错，我现在有点喜欢这款游戏了。那这边可以继续进去，是不是 ？OK。哦，那个是要钻石的嘛 ？OK， 钻石可以平常获得角色会有。那这个是干嘛的 ？OK。那要抽什么？啊，不管，先这样。现在说可以拿橘右京比较好，我可以一直打，对不对？这什么意思？在大圣堂建立灵魂共鸣，一级化身高阶英雄。我现在有时间玩吗？还是5月1号之前？7天嘛，那是算礼拜六、礼拜日。
我可以打到很后面吗？还是我们先晚一点？晚一点啦，是晚一点比较好。好，我觉得我们这一节介绍先到这边好了。试晚啦，试晚先到这里。好啦，如果大家喜欢这款游戏，记得留言告诉我。那希望频道记得追踪我的 IG 跟 FB， 记得按下 YouTube 的订阅按钮跟铃铛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